王宫，这个是卡洛国王仪式开始，他们的皇宫现在是历史博物馆，我们这边是革命广场。OK， 最后五分钟的演讲当中，就这样子被人民把他抓下来，就在这一栋共产党部，也就是他办公的地方。是我的笑脸给。是弟弟修道院的佛教法，以及右护法，这个是二十世纪的修道院，那亚修道院的主教堂，这个是二十世纪，这个是十二世纪的。这个修道院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漂亮的壁画，这是日本。好，是一个小的修道院。刚刚外面拍的是一个大的。这就过世了哈，是因为 fever 的关系，黄热病的。这是1914年完工的部分，这是这一栋呢最后的一栋完工的部分。Un nome de tre